个农历新年在元朗的一个农场里面有一个新春市集，在这里可以买到很多本地的手工，还可以带埋小朋友来一起学做小农夫添的。两个手扶着嗰度吓，要揸到白色嗰个萝卜吓，要点样先叫做大咧？嗱，叫个白色嗰啲长啲噶，越长越大。咁样我哋就摇摇摇摇啊佢，摇上摇佢，上啦上啦，我哋翻带你翻屋企啦吓，就出嚟。哇，好！我哋可以炒当西芹咁炒，炒牛肉啦，炒肉饼啦，肉松啦。是超好吃的，超甜的。